前唐艺昕曝光一组机场街拍写真，照片中的她身着彩虹装饰针织衫，搭配卡其色短裙现身机场，犹如一抹秋色迎面而来，其中大面积的彩虹图案与休闲鞋上的彩虹元素相得益彰，明亮色彩的碰撞带来视觉延伸，令其身材优势完美展现，丸子头造型元气满分。而独特个性的时装耳饰搭配别致的链条包亦是亮点，整套 look 的色系柔和清新，看上去自然舒适又不失时尚感。据悉，此次唐艺昕作为内地唯一受邀的女艺人亮相2018纽约春夏时装周。前不久，唐艺昕在北京某机场候机偶遇薛之谦，两人再度重逢，相谈甚欢。据悉，薛之谦要去日本参与一档真人秀美食节目录制，而唐艺昕此行是要飞往纽约参加时装周。薛之谦身穿一件黄黑相间的卫衣，下身穿一件黑色休闲裤，身上背一个黑色背包，手中拿着麦，戴着口罩，整个人特别帅气。唐艺昕则扎着辫子，上身穿一件白色针织衫，简约大方。